哇哦，看过来看过来，王阳明一身帅气白西装，即将要和蔡诗芸结婚的他最近忙着来筹备婚礼，而对于老婆即将要穿上的婚纱，他也预言了，会很性感哦。我觉得他那一天不管穿什么，在我的心目中一定是最美的，所以我觉得不管说是性感的保守的，我觉得只要美就 OK。 对，好的，我们一起看向右边。这么贴心的老公实在是太令人羡慕啦。而说到鞋子呢，没想到王阳明啊也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。我还蛮喜欢鞋子的嘛，所以男生来说我鞋子蛮多的。喜欢的款式呢，男生的鞋子我还是喜欢有比如说有一些 leather 的皮的鞋子，可是这些皮鞋呢，我会希望比较休闲，像球鞋，所以皮的球鞋。说自己比老婆还爱鞋子，收藏的鞋子还要更多，就让我们也好好的期待这对小两口的婚礼，为他们献上大大的祝福吧。优酷全娱乐，不要跟老婆抢鞋穿啊，特别报道。哇哦，看过来看过来，王阳明一身帅气白西装，即将要和蔡诗芸结婚的他最近忙着来筹备婚礼，而对于老婆即将要穿上的婚纱，他也预言了，会很性感哦。我觉得他那一天不管穿什么，在我的心目中一定是最美的，所以我觉得不管说是性感的保守的，我觉得只要美就 OK。 对，好的，我们一起看向右边。这么贴心的老公实在是太令人羡慕啦。而说到鞋子呢，没想到王阳明啊也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。我还蛮喜欢鞋子的嘛，所以男生来说我鞋子蛮多的。喜欢的款式呢，男生的鞋子我还是喜欢有比如说有一些 leather 的皮的鞋子，可是这些皮鞋呢，我会希望比较休闲，像球鞋，所以皮的球鞋。说自己比老婆还爱鞋子，收藏的鞋子还要更多，就让我们也好好的期待这对小两口的婚礼，为他们献上大大的祝福吧。优酷全娱乐，不要跟老婆抢鞋穿啊，特别报道。